这位女士，你有什么事需要帮忙吗？我找龙在天。你找他有什么事儿？没什么，我是说让龙在天帮我收一笔钱。谁欠你的钱？有钱的王八蛋呀！有钱的人太多了，他叫什么？我觉着我不能告诉你他叫什么吧。没关系，如果你不想说的话，我们不会勉强。 我可以问一下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杨树花。这是你的真名吗？现在有几个人是真的呀？啊，全都是虚的。你能告诉我，那个有钱人他欠你多少钱？多了。只要我给他打电话，他就得乖乖全都给我送过来。那你凭什么向他要钱呢？他要是敢不给我，我让他身败名裂。我很想告诉你。 知道吗？你这样做是不对的，你这样做是犯法的。我是有这嫌疑，但是我可告诉你，那个有钱的王八蛋，他的嫌疑可大了去了，他可是吃枪子的罪呀。行，我不跟你多说了。龙在天，你在收音机旁边听着吗？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可掌握着那个富翁的罪证了。 怎么着？咱俩联合起来让他放放水。杨树花，你先把你的电话留下来，这样龙在天就可以给你联系了。我小林通扔了，这样吧，我明天再买一新的。找我非常的容易，到酒吧找我就行了。我们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。喂，你好。这位朋友，可以说说你的姓名吗？ 我相信观众朋友们都能听出我的声音。龙在天，你刚刚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吗？我很感兴趣。那你认为杨树花说的都是真的？我不敢说百分之百真实，但相信这座城市里的富翁绝大多数都有问题。你打算接这单买卖？我不是帮人收债的，我只不过是好奇。那你想怎么办？ 到了吗？ 你不用紧张，我这人向来最不讲规矩。不紧张，不紧张。 咱们现在见得着他吗？这难说。这不是钱的事儿，他一个西白粉儿的，连住的地儿都没有。你觉得杨树花说的是真的吗？这搁平时吧，他说的话一万句话没几句真的。不过你要不相信吧。 他弄得跟真的似的，还说那请什么那谁那个龙啊什么，你就当我是龙在天吧，不用吞吞吐吐的。那。
那在这之前，你听他提起过这事儿？不过我见过他拿过一个旧的那个小日记本，他跟我说，就凭这我身价百万。打开看了。哎呀，别说我打开看，他就是念给我听，我得堵上这耳朵。你和滚刀肉这次，可是错过了一个发大财的好机会。你把你那小本啊，你给他，你让他帮着帮着你。给他，那还不得肉包子打狗独吞了？哎，跟我想的一模一样。你俩一个德行。你说我这刚要给你出个招吧，没戏了，没戏了啊！哎，就你兜里那小本儿，你当柴火烧吧你。杨淑花，就你自个儿。你知道龙在天怎么联系吗？你，我都等他半天了。你说这龙在天他怎么也不露面儿？露面儿，哼，露腚了还。光天化日之下，他能露面吗？对。哎，就咱们在这儿谈笑风生，就这，这外边热闹死了。哦，暗藏杀机。嗯，就这儿。你说，是咱俩惦记这小本吗？嗯，是吗？蒙面杀手什么的看上了。嗯。不是，那你给我出个招啊！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啊。这事儿要是成了，得立一字据吧。出个价吧。怎么着都行。二八开。好啊，爽快！招呢？哦，招，招，招！琢磨啊！我觉得啊，你得先买一手机。我买了手机，他也不知道我号啊。请问，熊是怎么死的？闷死的。狗熊都比你聪明，是什么时候啊？你快说吧你！你晚上往电台打电话呀？你一打电话他就知道了。赶紧买手机去吧。哎呀，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事儿呢？我买手机去。哎，姑姑。哎呀，我想揽这瓷器活，没金刚钻啊。快点儿！给我买一小灵通的。小灵通就立个字据呗。事儿成了，我加一百倍，我还给你。快快快快快！给你。哎，怎么着，走不走啊？你拦别的车吧，行吗？怎么了，今儿这是？姑奶奶，我拉了您多少回了？您给过钱吗？今儿有钱，够不够？够不？看看看看。
怎么着？走不走？怎么着啊？上车，上车。哎呀，坏了，坐后面。拿破车，快快快！中山路一栋营业厅，快走！喂，目标人物刚出发。哎，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那个找点东西，走你的啊，走你的，没事儿。喂，他来了，可是他没有下车，怎么又走了呢？盯住他。喂，他怎么没买手机又回酒吧了呢？买手机啊！上厕所，上厕所。杨淑华，我是龙在天。听着，如果你想得到钱，那就得保持沉默。你手里的电话只能接听，别告诉任何人。喂。哎，你不是没买手机吗？你这手机哪来的？叫你消息最灵通了，是不是啊？这，我还想问你呢。这天下要不太平了。这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人跟鸟可真一个样啊。要不是你包里的这小本本能招来这么多的不速之客，刀光剑影、奇门遁甲、葵花宝典，我琢磨着。该出事儿。
天去世必不有办法。龙在天他是怎么把手机交到杨树花的手里啊？如果说有接住的话，他这个当中只接住了一个，那就是出租汽车司机。会是这个司机吗？不会啊，因为我看到杨树花上车的时候，那个司机并不想拉他，是他自己硬上去的。那司机是什么人啊？叫马达，常年在酒吧门口扒活的，不值得怀疑。熬不住了吧？你干嘛非等着龙在天啊？他万一变了想法呢？以您高见呢？我觉得啊，咱直接给那有钱的王八蛋打电话，就张口要吧，100万元的，200万元的，带理儿。让让让让。喂，哦，您好，啊，我是杨树花，想跟您这儿弄点钱花一花。哦，东西在我这儿，不是那个，我想问您，您是想主动点呢，还是让我去找龙在天呢？您不信，那行吧，那我只能把您笔记本中那点事儿给您念念。哟，怕了吧？多少钱呀？我也不知道，您就看个价给吧。100万是他，200万也是他，不是啊？好啊，我到哪儿去拿钱呀？不，我就问您，您怎么给我呀？我等您电话啊，好。妈呀，200万！200万是多少钱呀？200万，我得找一大妈带我。刘哥，有钱吗？哎，咱俩凑250万，给他那小本一买，出地一倒手，500万、800万他也不止啊。钱那么好拿？钱越多，说明保住脑瓜子的几率就越低。谁都别吓唬我，告诉你，哈。我杨树花现在可是烂命一条了，我怕谁呀？我杨，200万来了！点着。哎，不，你们俩帮我分析分析，我心怎么办呀？我现在是不是那个有钱的人改变主意了？哎，别，电话是龙在天打的，他好像知道我刚给那王八蛋打过电话。这一转眼的功夫，龙在天怎么就知道了呢？你看我干嘛？好像电话是我打的。哎，行。龙在天现在说要出300万买我那小本儿。瞧龙在天，300万把这小本一买，一倒手。杨树花最终选择了龙在天。看来那个小女孩还有一些自我保护的意识。你倒提醒了我，如果那个有钱人出500万呢？杨树花会不会改变主意？我们都是小黄豆，活在同一个宇宙。哎，
今天我请客。我提议啊，咱们为了尊贵的杨小姐以后能够心想事成，再干一口。这不是一个对真的是喂，哦，是龙在天吗？谁呀，啊，你王八蛋。没戏了没戏了，我已经把东西卖了，卖给那个龙在天300万。你再说一遍。500万。哎，好，那行那行。哎，咱不行撒谎的啊，这可是你说的啊。好，行行行。哎，不，你说一个地点呀。喂，闷倒驴，你现在马上给我回去，把杨淑花给我盯紧了。她有任何动静，都必须跟我汇报，听清楚了吗？有句话吧，哈，我也一直不好意思跟你说出口。想说你爱我吧？你看你。一点情调也不强。我呸！我跟你有情调啊？怎么着？看我有钱了，想傍一傍吗？什么叫傍一傍啊？我觉得你这你说的也太不对了。你是有钱，不是？那又怎么着呢？你还那样呢？你还这样啊？我了，我滚刀肉，不嫌弃你。说的可真温暖，真舒服呀。得了，看你那么有诚意，我决定了，我嫁给你。恭喜你呀，做出了正确的选择。快去吧，买一个结婚戒指，别贵了啊，咱就花个1-2万就可以了。拿钱啦。去你吧你。我呸！滚刀肉，滚刀肉！我嫁给你，哈哈！我真瞎了眼了，你他妈这辈子别想了你！哎呦，你以为我真没人要啊？也没听说过谁要你啊？听过三扁担吗？耳熟，好像也是白粉界的业内人士。得了得了，算你没福气呀！哈哈哈。他比你先到。喂，是龙在天吧？先别出声，我是龙在天，让你身边的两个臭男人离你远点。我离开了。别害怕，相信龙在天，无所不能。龙在天，咱不算了吧，就便宜他了呗。我说过。要相信龙在天无所不能，只要你按我说的做，保证能拿到那笔钱，而且不会有危险。不是，阿豪，我听你的。怎么着，龙在天改主意了？你们二位在这等我一会儿。还有一个小时呢，我先去洗洗澡，到那个洗浴中心，我一会儿就回来啊。哎呦，不行，不是，你们还是跟我一块儿去吧。你们把我送到那个洗浴中心门口。哎呦，妹妹，我现在怎么着也身价百万了，是不是啊？劳驾了哈。愿效犬马之劳。
帮忙。好，就一个，一位。啊，那个，哟，二位哥哥委屈了啊。那个，我马上出来。好。哎，你们俩先坐一会儿。那好。妹妹我，还造不还造的？哎，女人嘛，谁愿意自己是阿姨大妈的？那也不能一辈子让人叫小姨子吧？小姨子怎么了？你以为小姨子就一定是年轻漂亮？比方说，你爸爸的小姨子，对吧？我爸的小姨子。你大爷！你说这杨树花到底多大了？你管那干嘛？那反正我就知道杨树花睡过的男人比咱俩吃的盐还多。这倒是。哎，你觉得没觉得这哪儿有点不对劲儿的味儿啊？味儿。一股子骚味儿。不是，他管咱俩叫哥哥。坏了，杨楚安，杨楚安，二位先生，有事吗？刚才进去那女的呢？已经走了。这人从哪儿走的？从后面走的。哎呀，坏了！这追吧，追什么呀？追什么时候还追？丧，太丧！丧！干什么？你说干什么呀？一个杨树花都能跑了，这什么？我前门，你后门啊？你堵啊？你都不堵后门？我堵，我前门。前门啊，前门后门啊，算告诉我杨淑花的小灵通号码。嗯，好。有钱的人给我来电话了，他说他要花500万买我那小本儿。镇静点儿，龙在天就在你身边。知道，我明白。不是，哎，师傅，咱们这往哪儿开呀？咱们。小姐，您这说话有点怪吧？我没什么，我随便问问啊。您这到底是去哪儿啊？啊，那个废旧的机车厂。啊，行，知道了。哎，喂，龙，害怕吗？我不害怕。我真的不害怕的。这会儿到哪儿了？我也不知道这到哪儿了，我觉得应该快到了。周围乱七八糟的，我也不知道。我怎么觉得我怎么越走越好像……别紧张，有我龙在天在，你不会有事儿。我沉得住气，我肯定沉得住气的。我没忘了咱们接头的地点吧？没忘，肯定没忘的。重复一遍。那个，废旧的机车厂是吧？我说对了吧？很好，咱们随时保持联系。就按这个电话打，待会儿见。好。废旧机车厂。小姐，到了，怎么着啊？
怎么着？我也不知道怎么着啊。这是这地方这么偏，谁让你过来的？这荒郊野岭的，你还真敢过来？我告诉你啊，这地方总出事儿。前两天刚有一小姐死这儿。啊？你别吓唬我你！喂，喂，我到了。杨淑华，我是龙在天，相信我，无所不能。我相信你，我真的相信你，我才来的。我龙在天从不食言。我已经来了，你说我怎么办呢？现在我看见你了，我就在你不远的地方，待在车里。只有收到对方的电话，你才能下车，懂吗？懂，我懂，我懂。是，哦，我到了，我早就到了，你在哪儿呢？换地方，你别到了你，我不换地方，我不换地方的，啊，你在哪儿呢？你到底？你别胡说八道了，我告诉你，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我不跟你做这笔买卖了。哦，对，我告诉你啊，龙在天可能在这儿，他就在这儿。我告诉你，这笔买卖我跟他做，我不跟你做了。你在这儿，我怎么没看见你啊？行，我下车是吧？好，下车。行，我下车啊。好，好，好。我马上过去。
到了吗？我到了，我到了，我早就到了。不是你在哪儿呢？上二楼。二楼，我怎么上去啊？我从哪儿上啊？我看见了，我看见了，我上去。上二楼，这是七个。龙在天，出来吧，杨淑华在我这儿呢。龙在天，听见了吗？